三位粉丝今天特别带了礼物要送给你，然后他们也有话要对你说，你们要用说的还是要用唱的？先唱是不是？来啦，老师不用跟，因为不好跟，因为有三个人，所以他们的听都不同，没关系。你们要先给吗？当然是边唱边给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先给，先给，先给，先送礼物来，哇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来，哇，大家都精心准备了，这是他每一场活动的那个照片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场活动你们都有去支持，对，看到这样很感动哦。对啊，以前好可怕。那你，谢谢。现在不是都有美图秀秀吗？谢谢。最近很流行的那个什么 ，P 成武则天的图有没有？我今天看到好多人都在。很多，对啊。好来，你也有准备礼物啊？你人家都是这种自己用手做的卡，谢谢，你就在外面买一个就进来哦。啊，下次是啊，好了，哎，好，很棒，很棒。好了，他们除了有买礼物要送你之外，听说还有一首歌要献给你，你要好好仔细的聆听哦。来，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关系，我只会让他唱两个字，哎，不用担心。你们自己写的吗？哦，改编过。改词哦，你把老师放在哪里？啊，没有，老师作曲啊，来，准备了。因为那一句其实也蛮重要的，没声没
生我爱你。看到没？我谢谢。好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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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那这样好了，来大合照一张好了啦。其实也算难得，对不对？这样我让你们有自拍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跟美珍一起自拍一下。来，三位一起用你的手机。快一点！谁要支持？你有话要对美珍讲，对？你都唱了那么久的歌了，你还要讲话？好，来来，进去！你们两个不拍吗？我只有给一张的扣打。哦，好。哦，太近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好好好，好来来。哎，怎么感觉今天没有观众啊？好像对，好像就是这三个，有没有？好 ，OK， 你不会哦。大家都在了哈，在在在在在。点荧幕吗？好。点荧幕吗？是。你跟刚刚那一位男士，他是倒装句，你是音调，所以你唱歌不走音，但讲话会不小心。点荧幕哦 ，OK， 歌架的，另外一个，来，下一位，镜头上是哪一个啊？好，没关系。好啦，谢谢三位。